我还是懂得起，你就没有理我，你把手伸出来嘛。知道哦，你要把钱还我，你刚才说的。我不还钱，人家在那儿盘桌子呢，这时候就赶紧出去。你之前说的你还要看料子，你看料子嘛你就还我噻，你先把你这身体好人养好了都。你等了我。我等了，我肯定等了噻，等你身体好人养好了，走了。哎呀，你越嫌我越真啰嗦。我走了啊，你好生意看吗？哎呀，你要去就去走，我晓得照顾你老娘。你我走了的，我害怕你整不贵，你弄。我哪里整不贵啊？好，你整不贵了。我弄到年纪了，谁整不贵的嘛？啊，你弄一盆嘛，弄先走了。嗯，好。哎，你啷个过来啊？我啷个就不能过来吗？你妈的事情处理好了吗？处理好了，我爸在医院看到你了吗？来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你送米啥子哦？你怕我没饭吃吗？计划幸福加油站送的，我拿点你这来嘛，你是。我就财宝喜，你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那么包裹快点拿起去。嘿，弄包走。那么快点的？你每次来的时候正好赶上饭点，你不是很少都要想去城头吃火锅吗？走啥我带你去。走成都也干啥子弄远的？我都有火的了，我们直接搞点菜就吃了。耶，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我请客你都不去吃了哦。我们用钱的地方还多，以后你这些创业你不要钱了，是不是？以后我办事的地方用钱还多点。我们两个人给300-500轻轻松松吃了，我在屋头自己搞点吃不行吗？为啥都一顿外头吃，不是外人？当然你拿我当外人没办法的。耶，突然开窍了哦！既然不是外人的话嘞，田头的牛皮菜弄些吃哦。我回几天你活路干了好多了，走过去看一下。你看着看嘛，天马上黑了，明天有的是活路要干。我马上去街上买点菜吃，你不吃吗？我还要吃。吃吃吃！这是好。哎，东啊，先把那个哟。几张啊？鸭掌啊？啊。不要，你吃不完。吃不完呀？你啷个那几个瘦的骨吃？高了，眼睛大，肚子小，你吃了好多嘛？结果你吃完都好。不要都不要嘛，真的是。你轻点，那老板日绝你。嗯、啊，糟了，我睡在车上。你就不想请我吗？这个家伙手机不带，跑啷快？待会儿不要吃霸王餐噻。哎，不开钱可以不？哎，你带钱了吗？没带啊。你带手机了吗？没带啊。那你跑啷快？有你在的吧？哎呀，那么多水啊！你干啥子呢？要不要拿纸巾擦一下嘛？算了嘛，不要夸张很喽。够了。哎呀，帮我称一下。那个老板那个称你买一张耶。弄台上还不够吃啊，一人一块噻。再来点嘛，再来点嘛。确实是你买单了之后都开始一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不是弄口的人哈，只是想到你胃口小，再加一坨嘛。你要称一下菜不？够了，我吃药走了。哎，快点，工作都开了。哎呀，你慌啥子慌？我都不晓得你啷个恁个节约了，我请你吃饭你都不去啊？该省省，该花花，钱要用得到人噻。啥个？是很节约，豌豆尖直接从那头卡。肯定噻，不是我变节约了，是最近我明白个道理，人可以不用钱，但是必须要有钱，晓得不？你看我妈妈那天生病了之后，医生们说，哎，某些某些药比较贵，还不能办医保。但是我可以直接跟他说，我们该用的药要用，该做手术的要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兜头有钱，我会把这种麻烦解决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平时这个钱还是节约的，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。嗯，最近开窍了。说呀，我们两个人的嘛，自己挣点就吃了就可以了。这两天我可能还要回去，因为我妈妈是你这边是你，多操心点。没事，你随时都可以回去，那边事情我看到都得行了。